咱们这个铺子若是开起来，得取个名字吧？那便叫胡家人肉铺。阿娇呀，巾帼不让须眉，真厉害。虽身为女子，却能顶起半边天。我的梦想，开间铺子。哎呦，你给我等着！欢迎下次再来。秦家一介书生，手不能提，肩不能扛，很难干。您敲我干啥？舟车劳顿的，辛苦。我许清家何许？今后若再有人为非作歹欺辱你们，我们官府一定会将他们绳之以法的。一个城我都管，他管不了区区一家小店。他这什么都不懂，还一天到晚乱指挥。我坚信，他们一定会回来的。我是武官，不懂你们文官那些把手，发现不同，拔刀便砍。正在哪？若不是秘密多传，实力所逼，秘密就是权贵戏。只要没有违反上庸县公序良俗，便不需要高大人您来指摘。武王征战沙场数年，还没有谁敢挑战本王的权威。你放开他！做生意最重要的不是本钱，最重要的是手艺和用心。且慢，云姑娘，你这都能认出来我？把云来镇所有的酒都全都喝够。且慢，你看，这松松房是我家娘子独创，你这么做似乎有些不厚道。厚道，还怎么当生意人？明日我们降价。你为何总是为难于我？我只是不想看着你仗着名望卖笑脸家。我们胡家做生意，凭的是本事和良心，绝不做这种欺行霸市的事。那咱们就提前预祝这药材铺生意兴隆。生意兴隆。